我是中国女排六号龚翔宇。全勤出战，在赛场上我是团队的劳模担当，姐姐们，我就是你们拥有无限可能的小宇宙呀。10月22日，我和队友一起入驻快手，来快手看中国女排，一起发现不一样的我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